微信呢？微信，我来。亲爱的小杨，近来好吗？我爸爸经过复健后，已经恢复一般生活了。他现在依旧跟我妈妈每天吵吵闹闹，一起看顾干妈点。看着他能够这么健康，都要感谢你们过去的帮忙。我是小杨，护理系毕业六个月的临床护理师。小时候身体不好，常常住院。每次温柔的护理师小心照顾，都让我有种亲切又温暖的感觉。所以，我决定长大后，也要成为一个带给他人温暖的护理师。在我的印象中，经营干妈店77岁的谢爷爷，他总是笑容满面，跟着老伴一起顾着乡下的干妈店。他曾经说，每一天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见来到干妈店的孩子们叽叽喳喳的笑脸。但是，快乐的日子也总是有意外。有一天，爷爷突然倒下了，突发性的休克，大家都慌了手脚。在医生的检查之下，谢爷爷确诊为急性心肌炎合并重度心脏衰竭。为了避免心脏衰竭继续恶化，开始积极接受治疗。但是从那一天起，爷爷的笑容消失了。他担心自己干妈店没有人顾，也不放心奶奶一个人。后来我成为主要照顾谢爷爷的护理师，医师也找来出院准备服务护理师、物理治疗师、营养师、药师等专业团队，进行出院准备服务衔接返家的照护计划，以协助爷爷把握黄金复健期。经由评估、计划、转介与连接长照服务资源后，希望爷爷在出院后能快速获得生活照顾与专业的服务，而有一个完整的守护网。过程中，我非常幸运，有一群很有力的专业团队，还有许多临床学姐的协助与教导。大家上下一心，共同帮谢爷爷拟定一个从医院到家里完善的出院照护计划。虽然我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小，但我希望我能够透过自己的一己之力，帮助许多像谢爷爷这样的病人，让年老的长者能够安心在自己的家里，也可以不用担心健康与安全的照护问题。叫文心，从事护理工作已经12年了。我看过很多病人，常常因为回家疏于照顾，一不小心呢就错失了复健黄金期。在我内心常会觉得这样非常的可惜，但又不知道如何去协助，让我非常难过。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我决定走出医院，进入社区，成为一位居家护理师兼个案管理员。70岁的林爸爸是我第三个个案，他呢在前些日子中风了，所以没有办法自行的行走，眼看这辈子就要失去自由，永远坐在轮椅上了。更棘手的是，弟，爸出院那一天，我有重要的会议要开，不能去。是我要出国出差，出国就比较重要吗？我是去工作好吗？要放爸一个人在这边，这是我
公事啊。那老妈怎么办？你不行，我也不行，就把老爸丢在这边吗？林爸爸一家人的烦恼，在长照 2.0 政策的帮助下，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法。许多医院呢，都会有出院准备护理师以及个案管理师的服务，帮助病人呢出院就立刻衔接，像是这样的一个陪同出院服务计划。一开始呢，医院就会安排照护管理专员在出院之前就会评估林爸爸出院后所需要的照顾跟服务。原则上，爸爸如果中风，原则上短时间留管应该是没办法移除。那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遇到一些洗澡的问题、而我的工作呢，个案管理员这个阶段也会加入一起讨论，让家属能够在医院的阶段就熟悉我们的存在。另外呢，回到家里后的照护，并没有因为这样离开医院而中断。从出院到复诊的交通安排，到家里教导家属用药，还有监督居家服务员是否确实照顾林爸爸，各种林爸爸的健康生活大小事都是我的工作之一。我像是一个全能健康的管家一样，帮助大家协调各种医疗资源，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必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自行接触，这样也大大提高了林爸爸的康复的机会。经过半年的陪伴后，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原本已经认命要坐轮椅一辈子的林爸爸，竟然在大家的协助下开启了走路的复健。我真的很开心能够成为个案管理员，不仅呢弥补了病人出院后的照顾缺口，也能够让大家更快速的恢复健康。我想，这便是我最开心与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我之前是在台大医院安宁病房的护理长，那照顾的都是末期病人、临终病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在面对死亡是非常困难的。我有想过了，我退休我一定要好好的去旅游。但是当我真的退休以后，其实你也不可能一直玩啊。我原本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长期照护中心当护理长，那在彰基那边也待了三十几年，所以想想，来退休好了，退休之后呢，就想说好，不然维持原来的工作的经验，就是长期照护这一块，所以想说好，那就回来开居家护理。来，李生，我来啊。来来来，阿忠，等下啊。来，等下，等下。来，你站，你来，给进来，给坐点茶酒进来。阿忠，我来了，来了。我从民国1964年就到台北荣总，做到民国1997年才退休了。所以我的护理生涯，事实上整个算起来有将近快40年了。退休当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舍不得护理工作，好像不能脱离哈这个护理工作，所以我就投入了阳光基金会的，因为我那时候在安宁病房当护理长的时候，阳光基金会就有跟台中荣总合作，就是找我们的居家护理师去做居家访视。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退休我可以做这份工作。后来我发现，去阳光基金会帮忙病人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我在医院工作的时候还没有长照这一回事，顶多只有长照1.0，而长照1.0
其实是对一个人完整的照顾是不够的哈。啊，现在长照 2.0， 我们知道有医养合一的，不是偏向疾病的医疗。那我原来的专长就医疗嘛哈，可是加了这个灵性照顾以后，我比较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人。那再加上长照开始推以后啊，我就发觉哇天哪，这个工作这么的大，光医疗的选择就不知道比如说我在一个时间点，我应该选择安宁疗护我，或者我应该选择继续拼，这个光这个点就让一般人都不知道。那这个点就是我的专长啊，我可以协助他们啊哈。离开医院到现在已经大概4年多。从独立型到跟医院的形态其实是会有一些差异，我一直希望是能够在地医疗，所以我回到的乡下。那我本身的想法是其实是一种退而不休的方式，在第二次的工作的部分，所以我的时间是弹性的。那从照顾个案当中跟家属互动当中去找到自己的成就感，我觉得有成就感才不会累。我退休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同事都讲说，护理工作已经那么辛苦了，退休都退休了，要好好休息，干嘛还要去做这些。但是我当初就一直觉得说，护理工作是非常好的那个工作，因为上班就可以帮助病人，这样子的话他比较不会不舒服，然后就抱他下床，然后转过来，对，很好，然后我的马步往后提，就提到后面，当然这里不要中空，对，好，你脚踏上去没关系。我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但是我也有工作，我没有很大压力的时候，我有弹性的时间，自己的人生规划一下，来部分可以再投入一些护理工作，而且投入这个是蛮有价值、蛮有意义的，因为现在长照是蛮需要护理人员。人口老化已经是全球关注的议题，在台湾这个问题也相当严峻。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所有人口的14%以上，也就是说，台湾已经进入到高龄社会。高龄长者的照护，最重要的政策发展方向就是在地安老，所谓的 aging in place， 希望这些老人呢，可以接受到安心而完整的整合式照护服务。整合式照护服务要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共同协力合作，才能提供完善的照护服务。高龄长者的照护服务，护理人员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论是从初级的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到急性的医疗照护，再到急性后期的照护，之后衔接到长期照护，这样一个无缝接轨，完整而让高龄长者安心的持续性照护服务就显得非常重要。护理人员在高龄及长期照护可以扮演多元角色，期望我们护理人员可以多多投入高龄及长期照护服务领域，除了担任直接的照护提供者、个案管理师，甚至于可以自行创业，担任长期照护机构的负责人或经营管理者。我相信，透过护理人员的照护服务，我们的高龄长者可以接受到更优质、更完善的长期照护服务。